大陂鄉的人和社區是一間學生人數不到100人的小型學校，但是所有一項相當厲害的冰雪技藝梁鳳西，他不但拿到105年度的全國冰雪體育比賽得優，上禮拜去參加中華杯人齡人賽的金標賽，也拿到三項的第一名，相當的厲害。指導教練吳定興就表示，梁鳳西老師還有結束當時的意義，过去是相当受到欢迎，现在因在校园来推广，就是希望让这项技艺会当继续在民间流传落去。如果想想起，都比向任何国小的梁鳳西，马上展现出十足活力的气势。已经无到百人的小型学校，人数无多，但是伫梁鳳西这项民族技艺顶现，却是找无对手。105年度各部体育术比赛，因是优等，伫顶礼拜全国的人龙人赛比赛，同款也是第一名。对教育部的迄个民俗体育锦标赛开始的，已经获得三次冠军，然后个去参加中华杯的竞赛吼，一个摕到三个项目的冠军，为台湾狮、多狮、台湾狮单狮跟传统男狮多狮这三个项目，已经算是非常难得吧，正紧绷啊。小朋友将全国性的奖杯摕登来到昆林，各处副处长苏明宏也特别前来祝贺，肯定囡仔表现。在整个一个多元教育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扎根的哦。那仁和国小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学校，六七十位的一个非常小而美的学校，但是我们看得到校长的用心，看得到老师师长的用心啊，因为他们的用心，还有很多的一个社会资源的一个协助啊，那让这所学校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表现啊。这些赛无论是动作也是快乐。像顶个出赛气势，但是若无讲，予人真歹发现，这只赛是一名查甫囡仔所人个。感觉他就是感觉舞起来就好像他是真的活的动物。所以你很喜欢这个社团活动吗？对。刘洪赛早期伫北港真是行，有凉有风，各个只赛啊相当热闹。但是教练的郭定兴除了有教练行为以外，也是一名民俗技师。目前伊伫真侪学校教梁鳳西，伊希望这项民俗技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